一种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缘尽生长相随，缘尽生长相随，长相。刚才程佳佳哥哥送给我一首一画，这老火了。我也送给月明一画。月明，你这个唱的，亲你一口。有害。是的，是小妹，老毛病又犯了。来吧，俺的好兄弟，开始吧。哎，小蛋糕，到我了。欢迎进城啊，到你了。哎，好，既然二位小娘子都这么优秀，都这么美，那我老朱今天晚上就来一个，从来没有表演过的。哦，今天直播前5分钟刚学的。有人，真的？那我们太有幸了。你这是第一次吗？第一次，对，首秀。好。然后呢，这首歌，这首老歌，我想想啊，这首歌呢得有好多好多乐器能够合成，给大家来一段，来一段这个，康定情歌。哇塞，好，这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康定情歌。对，我用我的这种心里的想能想的乐器，就给大家一个曲儿去用一种乐器去完成。我试试啊。哦，好好厉害。都这个非常生手，也没有弄过，头一回啊。来，先谢谢明明哥。我整的不好，大家都原谅啊。不会，可好了。
谢哥，谢哥。还有吗？还有一个。最大气啊！哇塞，唢呐乐器之王，对，真的是。这还有好，好棒，好棒！加完呢，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都夸我，都夸我，我去，太难了。永飞哥，永飞哥，你看我一眼。啊？太厉害了！那就到我猴哥了。好，坐那里入。刚才你唱了一段，吹了一段四川的民歌，也是一首很老的歌。那么今天俺老孙也给大家带了一首清唱的老歌。有人说对口型对口型，要不就是声卡。今天俺老孙就用清唱的方式给大家串联一首歌。而清唱，太好了，哦，妖怪。别的妖怪，这叫什么？呼麦。傻猪了！八家人稳住，八家人。长点。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呀，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呀，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没有一姑娘，这是我的家了，哎呀，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回到边儿向四方，百鸟儿齐飞翔，草原声声起，部落的他。
好听！哎呦我的妈，这才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呀，嘉哥太牛了！我挺喜欢和嘉哥一起玩，嘉哥呢又会说又会演才艺，说实话，没有，节目直播节目又好。咱家人给咱家老师，还有文文老师，还有咱们的那个岳明老师给你关注，对，咱们给我们永飞哥以后多带带我啊！就是刚才都在讲我说没玩好，没有，我是觉得没事我是觉得大家都那样煽情的表白，然后然后我感动一下你们哭一下，就这样的。我觉得突然间来个返场，是不是也挺搞笑的？我是这样讲的。你好，咱们呢一起就是惩罚输赢呢，就是给大家表演节目，让大家开心，看一场今天的表演。对，咱们家也喜欢的，关注一下芈月老师，还有文文老师，还有我们家。谢谢，来家人们给我八戒兄弟，还有文文，还有岳明点关注。好的，谢谢。我心里很欣赏我们永飞哥。下回这两个小娘子全归我。好了，好，两位小姐姐，我就走了啊。好的 ，No No Problem， I love you too 吧，走了，哥哥。哈哈哈哈没啥礼物，要什么礼物？要什么自行车？让人家笑话，开心最好。给刷礼物的哥哥姐姐们点关注。哎呦我的妈！你出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妖怪，和我老猪情同似合，而欢欢乐乐的啊！哎呦我的妈！找一个能吹能唱能说能道的，现在抖音只看你，得了吧！你看我老猪会爱上我的，爱上我，嗨，你可吃不了兜着走，我可是粘人的哟。好，下一位。就不动房，我想我丈母娘。哎呦我的妈！拜了堂了，鞠了躬了，娘子，咱们俩就聊天说说话吧。啊！你怎么今天是上来就给我拜堂啊？没有，没有就没有，你老心急什么呀？有人啊，大姐哥，你今天终于找我了，我之前连联系都不上你。别转移话题，你脸都红了。有人哪有这么看不见，灯很暗的。哎，
你穿这一出是来调戏我的呢，还是来调戏我的呢？妈呀，我都还没搞清楚状况，稀里糊涂的感觉自己就被嫁出去了。嗯，你这穿的是什么呀？这是那个汉服。汉服？哎呦，你哟哟，你知道彼此正相有礼了。你知道我穿的是什么服吗？不知道。也是汉服，我也有礼了。哈哈，好可爱呀！有礼啊！找你是有事情说的。什么？他们我说我穿的是西门庆的服装。得，他是潘金莲的。哎呦我的妈！我不是。玩一局啊？好啊，可以啊，八戒哥，可以。都玩什么的呀？是，你说，我听你的。他的声音，好 man、哦。我声音是好小、哦，我在四川。好嗲呀！哎呀，他老对我笑。哎、我都不能笑了吗？哎呀，那个，你可以在这里跳舞蹈吗？可以啊，我可以在这里跳舞。我现在在四川那个就是官方这边演出，然后我特邀嘉宾嘛，哎、然后过来。我知道，他喊我去的。啊、我没去。有人，你怎么不来呢？给我下请帖呢，就让我去这个去演出，我以为是骗子。我说你给我起来。有人，结果你要来就好了。结果咔，封了我好几天号。这确实，哎呦妈！我得直播啊，去演什么出？我就去演出。好，那干要干要啊。那这个我们就是我输了的话，我就给大家跳个舞。好，那我输了，我看你跳舞啊！啊哈！你输了，你也跳支舞啊！好，比麦吧！好，他老对我笑，又爱上我了。我对你，我太难了，我比麦！太难了！现在八戒直播太难了。不能看到小娘子，看到他们不是对我笑，就是调戏我。我的乖乖，太难了。感谢我拼多哥，给拼多哥点关注，兄弟们。没有寒手怪，没有寒手大话西游，我要做至尊宝，我要玩紫霞仙子，不是。有人看，看谁正在戏里，大哥，我要娶紫霞仙子。哎呦我的妈！来吧，兄弟们，就跑了，一瑞四五不背背。1, 2, 3, 4 谢哥，一个点关注。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即意中人，五百年前一座坟。我不服仙也不服神，我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我仿佛折下孽缘。最感恩的语言，让我爱你一万年。这一次我要赢，我然后一起西行。我已忘记我的名，却留不住你的情。那是前世欠的债，也算一份无奈。这一次我怎会败？你看祥云还在。信任好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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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好难。给大哥点点关注吧。大哥好，这个半生不熟难得早。大哥你让我给你把个媳妇找。四爷半生不熟，那感谢大哥头。感谢大哥，给你来个么么哒吧！哈嚓哒，嘿，啪啦啪嚓哈，最厉害的他
是谁？他是一滴水，一滴水呀，一滴水，你的就是最美。最后偷塔你是，哎呦，感谢师爷，感谢半生不熟，感谢大哥。哎呦我的妈！你谁？累的是拉的，现在就不好意思，放油热的啊！哎呦，热的 ，Come on， 拜拜。给刷礼物的哥也感谢我支持下大哥，给大哥点点关注。感谢我知道跑了没了，感谢我一花哥，给刷礼物大哥点点关注行吗？金鹏哥，感谢长城哥送的幸福单车，感谢四爷。要爱你，谢谢。感谢银行大哥，谢我哥，你打电话哥。感谢银行哥，看到杀礼物的兄弟们，给我按住他，别让他跑了，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去跑嘞。Southern slang. I'm in the mile high. We sitting on a plane. I got some Nikes on. They sitting on my feet. My cars are 22s. They sitting in the streets. My Southern slang. I speak it. 谢我一花哥，给大哥点点关注哥，一个点关注兄弟们。I'm trying to get it popping each and every way. It's one nation. It's my undercoons. My goons are stripping all these cats down in the underground. Come on, baby.I speak it every day. I'm tryna get it poppin' each and every way. Here's my slang, here's my slang, here's my slang, here's my slang. Here's my southern slang. Here's my southern slang. 感谢我花姐姐吃破嘞。给花姐点点关注兄弟们。给咱们小艺哥啊，花姐，花姐是我的好，是一个好姐姐兄弟们，大美女兄弟们，给点点关注。还有半生不熟大哥，给哥点点关注兄弟们，半生不熟的也咱自家兄弟们点点关注。还有我八哥。还有咱们的心事好呢，还有农村人哥，还有康氏一家亲，还有传说哥，还有咱们蜘蛛侠话音那个一滴水晴姐，还有陈晨明轩平头哥阿彪，还有这三个人兄弟们，这一二三这三个人兄弟们给我众筹一波，一二三关注兄弟们，点个免费的关注兄弟们，辛苦哥一个了，辛苦哥一个兄弟们，给榜上大哥点点关注兄弟们，别点点关注。花姐16级，你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我的马子。哎呦我的妈！是八嫂，花姐，祝祝哥哥，梁子，哎呀，别瞎说，讨厌！你娘子那么多，你娘子那么多，他们都是假的，你才是真的。我不相信你、啊。你看，你又喜欢笑，我也喜欢笑，咱俩一起瞎胡闹，咱俩真的是一套挨着又一套，咱俩比较配。有人，那是你说的哟，以后不可以这话，不可以对别人说。当然啦，那我老朱可以请求你一件事情吗？什么事儿啊？你可以喊我夫君吗？不可以。好吧，娘子，我亲你一口。那我
要跳一支舞蹈哟。大季哥，你们家想看什么舞啊？你跳舞归跳舞，你可别迷惑我喽。有人，真不好意思了。你别呀，你就给我跳吧，跳吧，我老。那我跳一个腰。谁妖怪？谁呀？你刚刚还说你刚刚还说最喜欢我了，这会儿我说我是妖，你就要打我了。哼！你要是妖的话，咱俩也配。我是猪妖。没有，你是天蓬元帅。好吧，那就给我慢慢跳来吧。那我就跳一支小舞蹈哟。你说话又调戏我，好 man 呀、啊！有人，你好可爱呀！那我跳个腰送给你们。完了、啊。再也不跟你连麦了。啊、哦！不要这样！连麦今晚上不要这样。连麦今天晚上又尿裤子了。哎呦我的妈！这跳的他是妖，我是妖，我俩挺配的。你这舞蹈刚才你跳着跳着，你怎么露肩露背的呢？你也露了呀，你天天都露。哎哈，踢腿穿的太少了。有人。梁子。安静。哟，梁子。别这样喊我。老婆。哎呦我的妈。我不听。你
不听，你来看我来，来来看看我来。有人。哎呀！你还想不想取经了？太好了！你还想不想取经了？太难了！玉皇大帝，抖音里的小娘子都把我逼得神魂颠倒的，我老朱太难了。我的知心人，没有老婆想老婆，没有老婆多难过。哪位大哥你行行好，把你老婆借给我，太难了。我的宝贝，我不是，我不是。哎呦，你再说不是，我老朱我就死，你老对我笑，你就是我的。哎呦我的妈！好可爱呀，把这个你弄太可爱了。哎，娘子，哎，既然你都给我跳了，我也想给你展现一段，可以吗？好，可以呀，可以。哎、我给大家来上一段，哼，我老朱来一首，最难睡的夜晚，好吗？难睡的夜晚，不是，这是唱给我听的吗？不是，军港之夜。有人。会跳吗？啊？会跳吗？是哪首歌呀？军港之夜。军港之夜，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能不能跳，让我听一下好不好？好。我要能跳，我等一下就跳。嗯。军港之夜，可以跳，可以跳。我帮这歌合作一曲。别脱衣服，穿上。喜欢的话，给这个古典那个咱们点点关注，兄弟们，特别特别好。谢谢大金哥哥，家人们，给这个小佩点点关注，谢谢。跳舞跳舞非常好。您是专业的吧？我大学学的就是古典舞。哇哇哇！我今天一直学的，但是我学的比较晚，我高中才开始学跳舞。我是考、啊、我是因为这个舞蹈考的大学。哦，哇，好厉害，好厉害！你今天你今天多大了？今天？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我就想，一旦一个女孩能给你报年龄的话，这个女孩指定这一辈子她不会和你在一起。问过几个吧。她只要不回答你，她心里就爱着你。有人。我懂。十八。啊、哦，你撒谎！哎呦我的妈！你明明今天十九，为什么说十八呢？你骗我！没什么区别。开玩笑，兄弟们，人家人喜欢的话，可以配一点关注啊，点关注啊。
谢谢八戒哥哥，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人喜欢八戒哥哥的，可以给八戒哥哥点点关注。八戒哥哥人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喜欢八戒人。然后我要知道你去四川，我也去了，那喊我呢。我你来，你明天坐飞机过来。我不敢去，我要去怕你见到你。来，你来，请你吃火锅。我可不，火锅特别好吃。火锅我家也有，我想娶媳妇。有人。这边好吃，好，那我走了，给妹子点点关注啊！谢谢八戒哥哥，特别特别 好，感谢你。好的好的，我走了，宝贝儿。谢谢八戒哥哥，好，谢谢你。走了，娘子。又对我笑，又调戏我，拜拜。这每天晚上太难了，太难了。直播节目太疯狂了，我老朱马上都受不了。今天晚上你们都笑了吗？今天晚上一万几千人卡的动都不动，又嫌我流了，别嫌我流，没事，现了。哎呦你妈！一万几千人卡的不动了，我去，得。有请下位是换主任，有请下位娘子。呵，得了，得了吧。下位患者得了吧，今天晚上小娘子都看我的心情都特别好，都不敢来了，怕我泡他。我可不泡他，我是有媳妇的人。有人。你们光看我表演直播了，你们有没有给我榜上的哥哥都点关注呢？啊，你给他们都点关注呀！刚才送礼物的好啊，小易哥先生，小易哥都一万七了，点关注。我花姐是都点关注，还有榜三八哥给大哥点了2000，给八哥点了2000，还有半生不熟大哥也点关注，还有咱们的新人好男传说哥、农村人大哥、唐氏一家亲，还有蜘蛛侠华爷爷，你们可别忘了点关注。还有我亲姐姐独宠永飞，你可得了吧！你想泡我，我爱你。有人，还有一滴水，还有晨晨，还有平头哥、阿彪、胡二哥、软壮哥、龙应天下、天下第一美、文泽哥、吉祥、可意、冰雨，冷冷的冰雨在我老周脸上胡乱地滴，胡乱地拍。哎呦我的妈！哎，下一位。看看还有哪些小娘子在此这个点上行动。我感觉八点档这个小娘子，八点九点档都让我老朱霍霍一遍了，哈，都没有新的了。二百的，是二百的。猴哥，我卖货呢。我知道你卖货呢，要我我想吃好吃的。你问问你直播间的八家军，我直播间卖的贵不贵？哥，我猪肉肠啊。龙虾球。哎呀，兄弟们啊，我大哥。你问问八家军，今天八家军好多在我这。好多说你的龙哥，你这是卖货吗？说了，挺好，兄弟们。然后呢？500货也输得下单。这样，兄弟们啊，我龙哥今晚上给大家准备年货的，兄弟们。五百。咱这里有不错的鸡爪，是不是？咱线下得卖50一斤。我家都说都买了是吧？好，现在好多哥几。二哥二弟，500克。500克的。你家人来，我把这个先放一边。你家人来啊，500克的无骨鸡爪，然后我再送200克的，200克的柠檬酸辣味的鸡爪，相当于39.8块，
买一斤四两。哎呀，我大哥，咱线下就是大哥、嗯，咱线下有骨头的都得卖50多一斤吧？好，好，对。哎，来，刚才那个，今天下午中午的时候，好多人去的，有飞啊。给八家人申请200单。好，给八家人申请200单。看，五股的啊，五股的啊，看。哎呀，39.8，700克。二弟，你说贵还是便宜？太好了，年货节。兄弟们，这是谁？这是我大哥，年货节，他今天晚上从中午开始的。兄弟们，咱哥几个需要买年货的小吃的小兄弟们，去我哥直播间。咱是他是我是网络里拜把哥们儿，因为呢有飞你这个注意的有黄车，我就这样给他连个麦，让我的粉丝来重新上一遍洗爪来。我就是我二弟家的人来了，必须把价格上来啊！好，给他上到咱们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喜欢的速度，这个价格八家军，你没说良心话啊！买一包送一包啊，59块，你直接点开就变价了啊！来吧，兄弟们，把那个给我调出来，鸡爪调出来。快点啊，马上。啊，八家人，你没说实话，我二弟说实话。我这边去人了吗，哥？啊？我这边去了1000多，你看。不是，你直播间现在有多少人现在？6600，39块。来，都给我哥顶到10000人，兄弟们，我这个整的，我这人气不动，我的妈，不动，我这几天19000卡了好几天了都。他们认为便宜就来，不认为贵别来。我真的，我咱山东人实在，我说句良心话，39.8一桶500克的，再送200克的。咱线下买带骨头的都50多。好。喜欢的速度下单，给八家人时间。三个秒杀，现在人都给八家人上个福利吧。问他们想吃的还是用的。把嫂子介绍给我吧。哦。哎呦你妈！好，咱这样兄弟们啊，大哥，你先大哥，你先直播间现在多少人现在？8000，哥几个待着，兄弟们想下点瓜子，来，哥，大哥这样，大哥，大哥这样，大哥，就需要的兄弟们去我哥直播间保折的年货节，特别特别好，我是我好兄弟，我今天下午出段的兄弟们，你们去需要的话去买，然后呢就是我这咱家二弟啊，二弟，这个恰恰的品牌的，我的店都是品牌的啊，而且是从恰恰品牌店发货，好，恰恰这包。最便宜得2块吧，啊，就是顶天了得2块吧。这一袋9.9，10包给八家人可以吗？哇塞，可以，哥，兄弟们，去哥直播间。你就感觉我这个大哥做的到位吗？够用，必须得够用。上有多少上多少，来，八家人不限单。来，大哥。五个说呀。5、4、3、2、1。去哥直播间，我先走，哥，给哥点个赞。去给我龙哥，需要的话就下一单，哥，我走了，哥。好，我就问你一句实在话，9.9实在，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咱哥俩时间，咱哥俩时间比较长。去哥直播间就一句话，就四个字，你喊出来，友谊长存。走了，哥几个，去哥直播间。好，有人。哥，需要我的时候喊我就够用。好，就怕你吗？你看见？哎呦你妈！这哥几个在一起是感情，而不是说利益。啊！有人。他们说你找我呢。几天我还骂他们，我说你没有乱传信息。几天不见，你又变美啦？美了吗？哎呦，他勾引我。
好吗？二，随便转了一圈，还是你好。你好比那冬天的雪糕，夏天的棉袄。有人。你好比冬天的棉袄，夏天的雪糕。你好比我的那块心头肉，让我老猪猜不透，这一辈子吃不够。哎呦我的妈！你今天的笑容好比嫦娥下凡，你好比七仙女遇见了董永一样，你的笑容已经让我老朱感受到无比的无比的激动呢。哎呀，几天不见我家八戒，这嘴皮子又练溜了啊，值得夸奖，值得表扬。不是嘴皮子练溜了，是我心里现在把他们都爱够了。有人。是吧，爱过了，觉得最后还是哎呀，还是我家这个海峡好，是吧？其实我老朱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呢。好，那简最想说的，最想说的就是我的心里话，就是我用歌词，我自己编的歌，把这首歌词编里面送给你好吗？可以啊，那咱们就对歌的形式来一次。别走，你可知道我爱你，海峡你别走，你可知道我想你，哦宝贝儿你别走啊，我一个人多孤寂，哦海峡我想你，我一个人多空虚，看着你默默流泪多委屈，我知道你对我太在意，咱两个走到一起不容易，怎么能轻易放弃，我要抱着你，我不让你走黄瓜菜都凉，不是，哎呦，心都凉了。四柱，真的想我吗？我去，他又调戏我。有人。欢迎收听哈迷音乐网 DJ 小星。也了解我的心，我心中
真没良心的，太难了，他越爱我我越伤心，为什么那些妖怪都欺骗我的爱情，你看海牙也一见我笑得嘴都合不上了，他越高兴我越难受。爱情都把我变得这么臭，其实我想给爱情一个家庭，只不过太难了。我的宝贝儿，哎呦我的妈！我的宝贝儿，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人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旁边是谁呀、啊、有人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一个人寂寞难耐，还不让我找一个小朋友陪着我？快呀，小朋友，男的女的、啊？你一天的，一天的这个媳妇儿，那个正宫的，弄得让我一个人在这。我其实只想有一个家。一会儿告诉你是谁。他又在折磨我了。真的好想有一个家。有我才是家。你能给我个家吗？我给你一个猪圈，我养你。抱着你，我要你！哎呦我的妈！谢谢大家大哥。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好听好听好听。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孤单的寻找我的家。哎呀，我给你讲，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哎呀，但是我一样一天天长大，只要心中充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我缺你，为何看不见你露出
都说没有爱，天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里，让我拥有一个家。我只想要一个家，你听明白了没，呆子？我听懂了。其实我也想给你一个家，可是我无能为力。其实我的人在外，心在家。我想告诉你，我真的离不开你了，现在。都说八戒没有摘过名句唱过歌，我想在这一时刻对一个女人说。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轻念指尖，揉碎了我。你孤独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过去了，我还是想对你说，好吧。有人哎呦我的妈！谢谢谢谢啊！然后呢，啊，海雅姐确实确实啊，说实话兄弟们卡了，我刚才做个卡动作，刚才。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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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破了，是破了一岁的。然后呢，就咱家人呢，没卡，我兄弟们，我这刚才那个我装的卡，这样的。哎呀，他们说早卡了，兄弟们。谢谢哥几个，谢谢。然后呢，咱们家人关注一下我黑阿姐，我的好朋友。然后呢，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还直播线我都能看出来，黑阿姐是特别好的一个大姐姐，因为她特别。因为你像一个女人能到三十来岁能长这个样这么稳的话很少，我这辈子海雅姐我没有想调戏过她，我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的不是，哎呦我的妈，我想，我想让海霞姐姐爱我一次，爱我一次，就因为她的爱，一天我都愿意。咱们呢，开心开心啊！咱们家给我姐点点关注，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姐姐。旁边是谁呀？来来来，都给进吧。那不是快，小朋友。哇，原来是小姨子呀，宝贝儿，不是小姨子。哎呦我的妈！兄弟们，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姐姐海雅姐，兄弟们58.4%的粉丝，兄弟们，大家没关注的话关注一下我的海雅姐，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谢谢，已经很好了，谢谢大家。人以面相，确实啊，我跟这个八戒真的，我俩是这种姐弟啊，这种情谊啊，真的特别特别好，我也特别认可他这个弟弟。每次过来，我们都是为了直播效果给大家，这样就是大家看着开心，看到大家开心我们就高兴了啊。其实八戒真的。
天天很努力，很努力，所以说我就尽量去配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看的就更舒服一点嘛。我觉得这样对听众更负责任啊！大家都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好好的给大家表演。看到没有？看到姐呢，就是特别好。咱们你没关注的话，关注我，我很爱姐。没事姐，今天太晚了，明天早的话，我带你四宫格啊，那一起玩。可以。嘿。可以呀、啊。那以后你对我，你对我老别缠绵。以后你要对我多爱一点哦。好的好的，兄弟们，关注一下海雅姐，特别好，真的。我现在中午俩在一起，见过好多面，见过好多次，一起还处过朋友，一起还同台演过出，我们俩还拥抱过。有人，哎，姐姐的抱好温暖，让我老朱缓一缓。哎呦你妈！好了姐，给我姐点点关注，兄弟们，我走了姐。谢谢，感谢大家人。好的好的，记得回家啊，不回家就移情别恋了。好的，小姨子，小姨子，我不亲你了，我亲你姐，我亲脖子。有人，我走了啊。兄弟们，今天晚上到我的直播间，你们开心的兄弟们给我打个哈哈就行，什么这个那个，开心就好。感谢朵儿呀，又给我送礼物了。感谢小姐姐，给小姐姐点点关注啊！又到了，哎呦你！啊，每天的直播都是这么，你看，这是我拖的垫纸的这个，这抗磨这个的这个纸，看到没有？这是汗水。这个不是那个别的水，汗水。每天的直播都是用汗水洗面，用汗水去努力。最大的目的是让哥几个打出哈哈，我成功了，兄弟们。有人，我成功了。有的时候人看到底看直播是看多少音量，是正看大哥刷多少米。我的看的是大家的哈哈，大家的心情。你们笑了，就是我最大的快乐。I love you too。哎呦我的妈！哦，哎，你现在看你直播都开心是吧？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我激动。然后呢，对，我是注重我注重直播效果，我不管怎么样，不管别人他人怎么看我，我就想对我的粉丝负责任。唐奶有人永飞呀，我是别人的粉丝，我看你直播有的时候挺烦的，看你调戏别人我挺烦的。哥你也别烦，谢谢朵儿呀，谢谢姐，谢谢老妹儿啊！这是一个直播效果，是把更多的人能逗笑、能逗乐，是这样的一个，可不是八戒，可不是那种就给欺负我，咱不戴面具，从来不给你扯这个。所以说，很多人新关注的我，希望大家理解，兄弟们，开心就好，谢谢你们。啊，所以我的直播是每天呢，就是从八点到以前到十点，现在都加时，每天加时一小时，不加不行，哥几个都看不过瘾。啊，快过年了，我过两天我就调一下时间，八点播到十点吧，要不我都熬夜。谢谢梦幻哥，别刷礼物了哥。我说了，当我等面具拿掉的时候，咱就礼物全停，聊天，哥几个看一晚上，笑一晚上了，脸稍微的松松，看看说实话，哥几个秋巴雷啊。谢谢全新大吉大哥，大哥永飞是在不是卡，是限流踢出去的，没事没事，哥几个，我这样挺好的，别有这么多几万人 W 人笑话我的直播间里。今晚上19000卡的，一直卡着的都好久好久好久，不提不提，慢慢来，不提。啊，怎么说呢？直播是一种状态，直播是一种感觉。你比如说，永飞今晚上唱歌，兄弟们有没有听？今晚上我唱歌挺专业的，兄弟们，今晚上唱歌还行吗？再来一句，明天咱是不是不播了呀？一个月30天，我一天都不停，明天是不是不播了？哎，一天看，一天就像吃饭一样，新鲜的这水果挺好吃，一天给它吃完了，明天不就不吃饭了呀？妖怪！哎呦我的妈！看你直播就是开心，谢谢朵儿，给朵儿点点关注。哎呦，这朵儿一看就是虚弱的。哎呦，绕一圈。哎呦我的妈！给朵儿点点关注，点关注啊！啊，你说非常专业。专业谈不上，我搞笑，我一戴上面具，你看啊，现在这个脸，你看戴面具，
娘子，你长得可真好看。有人，就是那人啊！哎呦我的妈！只要戴上面具，我的心眼心态，他就是一头猪。我乐得比你们都狠。哎呦我的妈！只要让我戴上面具，我是最快乐的人。啊，以前我喜欢打牌，喜欢打游戏。自从你直播都不打游戏的，这样多好呀！咱不是直播不是能你哥几个能给我整多少米？有的有小礼物的给我整个小礼物，快点八毛的；没有礼物，哈哈一笑，在我直播一待，上床一躺，看我你看乐就行了。咱不像别的主播，一晚上直播全是。